看完了温哥华当趟上班的感觉，现在又回到了 Richmond， 要去吃晚饭了，要去吃泰尔酸菜鱼。聊个天吧，天天奶茶一杯，身材依然完美。可是我根本都不喝奶茶。是啊，哎，出来俩，出来两只，只要吃得快，肉就跟不上了。我。这个可不得了了，那我把这个塞进去。只穿了那一个，他抽到了一个，掐指一算，你此生注定爆，靠你了。这是红油五谷凤爪，这是他们家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真的很好吃，很香，就是现在说着话就是口水都在咽的那种香。我觉得这个红油都可以打包回家，对，拌个那个鱼胗啊，对，应该会老香了。鱼，好吃的酸菜来了，谢谢。鱼带汤更美味，喜欢用这个鱼还是挺诱人的哈，三个菜都上齐了。这个娃娃菜其实也挺好吃的，挺鲜的，但主要还是吃这个鱼。吃鱼吧。好。哇塞，这个看着就很香。哇，我的鱼。好像没有很辣哈。很鲜。嗯。不行，我还是要来一个我的五谷凤爪。这酸菜也很好吃，嗯，都是西雅图没有的美食。是啊，既然结账排不来，那我就再抽一根签。方案一搞过，老板不做作。The next day， 早饭我要吃一个京都的蛋黄酥，这是我最喜欢吃的味道，是凤梨蛋黄酥。不过它现在涨价了，也缩水了，但我还是很喜欢吃。以前这个有一整个蛋黄，但现在只有半个蛋黄了，但里面的料还算是挺足的。你看这个小朋友，他也想吃。A few moments later。这个西瓜是我从美国搬回来的，因为临时决定回来，所以把冰箱里的西瓜也给一起搬回了温哥华，希望是个好西瓜。一定要是个好西瓜啊。这西瓜还不错，虽然没有特别好，因为这边上白的地方太多了，但是也挺不错的。这个西瓜总的来说还算是不错的，我尝了一口还挺甜的，而且是脆脆的，稍微有一点点出沙，除了它这个白色的边确实有点多，但是不影响我对它的喜欢，毕竟我从那么远的地方给搬回来也挺不容易的。Several days later， 今天我们要去烧烤了，长周末固定项目烧烤。现在我们在等拿肉，我们订了烤串，然后现在去取了。肉来了，可以走。哇，挺多肉的。One hour later， 这么快啊？很快呀、啊！点着了吗？装这个，哎呦！从这边出来了，从这边，好吓人啊！会爆炸吗？我们从美而莲买了腌制好的肉。哇，你还给美而莲打广告。最后，大统华的蒜香烤肠很好吃，牛肉、羊肉，还有鸡西和猪大肠，然后这些都准备好了也。你们怎么过大蒜？有点过瓜子的感觉。都干完了。这在抓小孩啊？抓小孩？老鹰抓小鸡。这是不是海鲜鱼盒子？好多海鲜。好像挺多哈。对啊。都是。这好大一个。是啊，这海星我们展览完了，带回去要给它放生了，好好的生活吧。明年再来看你。四五，成这边。二三五六八九，好，你们两个轮流。六。得逞的表情，都没时间抢，要走下，走。Meanwhile。
跟我家给他孩子好对了呀，特效，还有特效，妈呀，哇，确实挺香的样子，有那种声音。吃了吧，哇，这个看着确实不错，像夏威夷的那个虾饭。算了，我觉得可以吧，可以了。烧着烤，看到群里面有一个人还拍了那么妖娆的照片，都可以给这一个蘸料去做广告了。这些人都在这里抓螃蟹，哇，抓得好牢啊。那好像不是那种当真的 scrap。这里烧烤的人还是挺多的，我们刚刚去看了看别人钓螃蟹，这里的螃蟹好像都不是当真的 scrap， 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还是挺开心的，如果能钓到螃蟹的话。火爆棉花糖好吃吗？是不是还要遮一下？很专业。睡觉了，好吃吗？好吃。哇，鱿鱼万种期待吗？又饿了，大家。红红红，要全断了，待会儿。我已经焦了，已经断了。还好我夹住了。那这边怎么样？羊肉串，羊肉串，咬不动。太硬了，这个。你已经打入了他们的内部了。又来一个。要好吃啊，舒服了就甜了，是不是？舒服了就甜了。先给他唱个歌，跳个舞。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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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着他跳个舞。来。噔噔噔噔噔噔噔，掉地上了，掉地上了就开心了，要报恩哦。不好吃你就立马合上给他。西瓜要怎么干？跟开奖一样，跟人家切玉石一样。哇，可以，还可以，直接把垃圾盖给倒下来再扔了。不知道多少垃圾。回家了，回家了，几点了？都四点半了。我感觉这里真的比去年去的 Bonzen Lake 好，棚子少一点。对，带的电蚊拍都没有用上，算是过完 Canada Day 了。One week later， 食材差不多就这些。这是熟的紫薯、熟的西兰花、熟的胡萝卜，还有熟的鸡胸肉，以及几颗蓝莓。这是我们家淘米的一个杯，然后里面放了一层保鲜膜，因为这样子你把这一些食材放进去之后倒过来的时候就更容易完整的出来。现在就要开始把这些食材全都装到这个里面去做一个小蛋糕。从侧面看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是我每一个食材都先铺了一层，然后要铺第二层。还是挺好看的这个颜色。接下来我要给它放到一个盘子里，好担心我一拉出来的时候它就翻车了，那就尴尬了。哇，还可以，再给它捏一捏，像捏糯米饭一样。哇，看着还不错哎，看着挺像个蛋糕的，就是底下这层好像有点不大实，我来给它弥补一下。今天我打算给它在整个蛋糕的最上面弄一个小爪子。哎，每年二花生日我都煞费苦心，就因为他吃宠物店的那个 birthday cookie 会吐，所以我就只能给他自己做蛋糕，真是一只金贵的小狗。好，我觉得差不多这样，然后再把这个给它放回去，让它和鸡肉彻底的粘上。然后来看一下，哎，这样子就好可爱。哎，给它放在这儿，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刚刚我还去雕了一个数字，因为家里没有蜡烛，今年他就要八岁了，所以用胡萝卜给他雕了一个八。生日快乐啊，花，八岁了，香不香？
预备起。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阿华。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阿华！怎么开始发抖了嘞？急着吃，太香了，是不是？都快急坏了。急得都发抖了，祝你新的一岁不能再那么调皮捣蛋了，然后祝你健康长寿。阿花，祝你新的一岁少气一些，妈妈好吧，少让妈妈生气。生日快乐，阿花。都不知道怎么吃。The next day. 我们来看现在国内应该也刚上吧，很火的一个电影叫《消失的你》，不对，他是消失的他，看看到底好不好看，是不是网上说的那样好看。看完你都不要我了。We will see. 2 hours later. 看完《消失的他》了，我觉得还不错，但不至于有网上说的那么好看，是不是？对吧，然后剧情发展的时间线也还行，后面呢有反转，是有个大反转，整个电影过程中一直在猜这个消失的他是怎么消失的，然后还在思考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布局让他失踪，然后最后知道的那一刻，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猜到，能猜到他是怎么失踪的了，其实后面但是你猜不到是怎样让凶手说出来这一些。你再说都剧透。The next morning. 早上去遛个狗， Eric 还买回来一杯奶茶，是50兰的，买的一个奶青，这是他目前最爱喝的一款，是我们周围一个特别爱喝奶茶的朋友推荐给他的，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